唱爽台湾，唱爽世界。啊，唱歌，唱好爽，啊，唱歌，唱好唱，上赞台湾，台湾上赞。一间三千顷，上杂杂的人，点点踏踏的事，也会分分合合，拄要开嘴，煞袂记你安怎发出予伊记的声。进行领域保护而鸣叫，一只幼鸟孵化发出起食声开始，就不断学习用不同的声音表达自我。那时候是爱情来了，那时候是要离家了，那时候是返家，那时候是较劲，那时候是絮絮对话。哇！怡农，怡农，感恩感恩，欢迎光临咱唱颂台湾，唱颂世界。啊，对。耶！所以咱头一开始所唱的是人如何学会晓学会晓这个语言呐，哈。嗯。这是对这个水逆哈，水逆 Mercury retro， 这跟我健康 retrograde。
retrograde， OK OK， 水星吼，水星吼倒头行啦，水星倒头路就对啦吼。所以人如何学晓语言，听讲是对吴明义老师吼，一个册，一个册内底一个章节吼，对，迄个册叫做《苦雨之地》。苦雨之地，吴明义这小说真趣味啊，伊咧讲一个什么自闭症呢？小朋友吼，自闭症的小朋友，我现在要恭维，但是也要他们教我恭维，一听有教我的声，教我的语言，所以也他们教我讲咧，How do you do？就是安尼，人教的，我教的，对吧？伊是咧讲这个故事嘛。所以这个小朋友变成一个鸟语专家，鸟语专家，真趣味呢。你迄阵一开始看这个故事，你敢会感觉这是虚构嘛？这是虚构，虚构，无这个代志啊。但是我就投入。是咧写什么话歌？你看个足入迷安尼。系啊，我感觉伊就是我呢。我有这款，我有这个投射安尼。你看。你是迄只鸟啊，不是？你是迄个小朋友了，对啊。系啊，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嘛真坦白讲话。哦。系啊，所以。我真坦白讲话，但是我做人足实在。我是真正做人足实在。哦对啊，十几岁、二十几岁，你拢感觉家己无啥会晓讲话安尼哦。系啊，所以，但是我其实有足侪物件想要甲大家讲。足侪物件足想要讲，但是大家若一开嘴的，我。所以我就写歌咧，吼，就写歌。所以你看这个吴老师的小说来，心真感同身受啦，感觉足感动的咧。所以这个人啊，如何学晓语言嘛，算从规个这个水月这个专辑的一个开始了，对啦。对，因为伊就是一张在讲沟通。一定要沟通哦。好，接下来为各位演唱的这个歌叫做《新世纪的查某囝》，来多走。碰到你的选择，一切拢无简单。一步一步啊，跳起来的自我，为着责任来烦恼，为着肯定来奔波。我予人知影，心内的脆弱。理想是甜甜的果味，生活三东都在外。寂寞是做人的本钱，恋爱是假麻烦。但是目屎哪会点点点滴滴加班的宵夜内面，你敢有听到你家己 ？Oh fly darling fly， 爱爱爱爱，新世纪的查某囝，高高的梦。Fight darling fight darling fight，碰到你的选择，一切拢无简单。轻脚细手，一步一步。为着求爱来消讲，为着失去来对路，但是无人知影，这就是你的坚强。幸福是梦中的风景，归去就免看好像。生分是存在的证明，遗憾是过时的戏，但是目屎哪会点点点滴滴深夜的酒内面。你敢有听到你家己？你敢会记你家己 ？Fly darling fly， 爱爱爱爱，新世纪的查某囝，高高的梦。Fight darling fight darling fight，
着你的选择，一切拢无简单。Fly darling fly， 爱爱爱爱，新世纪查某仔。Fight darling fight darling fight， 碰着你的选择，我知影无简单。是是阿爸有跟你教的吗？无，我家己发明的。你家己发明的？嗯。嘟嘟滴滴哒嘎哒哒滴滴嘟，有啥无教？其实是同款的物件。就是一个不是这不是现成的文字啦。嘿，对，就是一个讯号安尼，嘟嘟滴哒，啊，我就写出来。亲爱的，那是今仔来对你谈谈。甘通打开你心内上深的彼块，心爱的，那是开始你改遐的怨气，甘会当弥补？无发现你我寂寞的罪。发现你我寂寞的罪。
欢迎各位到咱唱颂台湾，唱颂世界，哎，一百分，耶！伊拢足无用啊，无用东，无用西，哇！还佫办一个演唱会，新世纪的查某囝就是用演唱会用这个名嘛，对，所以表示讲这个名足好用。那你看迄个演唱会时阵吼，因为看了时暗时啊，多人会写一寡物件伫脸书嘛，啊，我今日一看郑用演唱会，安那，内底吼出现上界侪形容词吼，就是讲郑英龙现在很难能 Q 啦。英龙一开始咧做歌的时候，较无跳舞嘛，啊是讲就戆戆徛伫遐。啊，你要慢慢慢慢，有一日英龙甲咱讲，我较早是舞蹈系，舞蹈系的，舞蹈班，舞蹈班吼。啊，这届演唱会来就一半拢咧跳舞嘛，现代舞嘛，对。所以跳舞对于来讲，跟音乐吼，有相当的。你是演一个歌声出来，啊，你的动作加配合这个，对。后面的写一个龙骨啦，我的龙骨真软 Q。我但是我就介意龙骨这个词，我就介意。我感觉大家诶，甲龙骨这个字合作脊椎，我感觉就厉害，有气的感觉。安尼哦，坐挺挺的感觉。龙骨安尼看到无趣味吼，无趣味。所以这个专辑内底有真侪这种，你感觉想要讲讲，试看卖，啊讲落。到底人听有啊听无？但是你总是试看卖，所以特别佮用台语嘛是这种啦。是，台语对你来讲可能无遐尔上手啦吼。是，你含我多得病。国语歌曲啊，国语歌曲对我来讲啊，是非常的困难呐。讲着讲着就咬到舌头啊。所以这他都要称为亲爱的对不？亲爱的应该是一般情歌而已嘛。无呢，其实伊是讲，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家人。忧郁的时阵，阿边啊迄个人的心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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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啊是真正有，啊是你想讲如果有，恁厝内底的朋友啊，如果有啦，其实一定有啦，一定有啊，直接，真嘛。对无，咱爸爸妈妈无可能表姐表妹，啊是阿哥阿姨吼，忧郁症足普遍嘛。系啊。所以咱可能加减嘛，所以你这歌有点要要献给一种啊忧郁症陪伴者。嘿对。你家己用迄个心声写出来。对。种心爱、亲爱，你底下不入，我就坐在家陪你嘛，对不对？对。过来，咱要介绍这足奇怪歌，嘟嘟嘟嘟嘟滴哩滴哩啊，嘟噜滴哩哒，嘟噜滴哩哒，是阿爸给你改吗？无，我改发明的。你改发明的？嘟嘟滴哩哒，嘎哒哒滴哩嘟，啥无改？其实是同款物件。就是一个，不是很行的文字啦。嘿，对。就是一个讯号安尼，嘟噜滴滴答，啊，我就写出来。嘟噜滴滴答，嘟噜滴滴答，对。啊，我想要用这个嘟噜滴滴答跟你讲，但是你都听无，对不？但是嘟噜滴滴答，嘟噜滴滴答，意思是讲我安那，我安那。对。啊，咱再来听了，可能嘛是一头雾水。我哎，刮出，不哩幽默，我感觉不哩幽默。就看嘟噜滴滴答很欢。嘟噜滴滴答，哒啦滴滴嘟，嘟噜滴滴答啦，哒啦哒啦滴滴嘟，还多少？Like a code of how to be lovable 结果咱世界公公世界公公世界出暗坎的冲锋心内的每日笑容那是漂流的最茫茫人海有度了生存的意义我就是跟你斗阵去成功一旦开始改变真正 So are you gonna shut up?一直在意遐的无细节，你的表情拢无像你家己，是你着谁的欢喜 ？Oh, I'm gonna shut down too， 不然我会刷着几大几颗银，遐的歌拢是写给你。
滴滴答，你敢有收到？我真少安尼吵，甲话讲到这么坦白，但是咱世界公公，世界公公，要落的雨，早晚会落。是漂流一世，无风人海，有除了生存的意义。我想是甲你斗阵去成功，伫咱开始改变真相。So are you gonna shut up, please？ 你伫在意遐的无细腻，你的表情拢无像你家己，是得到谁的欢喜？Shut down to what I want to say to get a quick again. Yeah, boy. Hey, are you gonna shut up, please? It's a yeah, ever said he did a belching dung, but you did kaki. She did the shouting, why he? Well, am I gonna shut down to what I want to say to get a quick again? Yeah, boy.东西写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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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是谁在看看这畸形的我们？是谁笑了笑得并不太天真？我就看了剧本啊，啊，我就想耶，因为妖怪人间讲的是，妖怪就亲像畸形的一挂人，他们人无讲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啊，我就是想要讲那个，虽然我们是一群畸形的人，但是我们也是一群漂亮的人，安尼。是谁在看看这畸形的我们？是谁笑了笑得并不太天真？是谁穿上了欲望的颜色？是谁又恨你一个人在跳舞，等着我走过那片山河，我只是一个没有记忆的过路人。嘿，不是吧，不是吧，你有名字的啊。等你相信那一刻，连我们都懂了。是谁在看看这畸形的我们？是谁笑了笑得并不太天真？是谁穿上了欲望的颜色？是谁又恨？是谁在笑了笑你并没有
谁点起了闹声的火，等待重生。你一个人在跳舞，等着我走过那片山河。我只是一个没有记得过路人。唱颂台湾，唱颂世界，世界唱颂，世界啊，台湾，台湾唱颂。好，妖怪人间，妖怪人间是一个公共电视的一个戏剧嘛？哎对。啊，以前做好了，给你偷瓜。嗯，像你量身定做安尼，所以你来看遐妖怪啊，嗯，啊看遐妖怪的感觉，嗯，啊来去写歌啊，嗯，啊即嘛含想要沟通，嗯，啊无多得到了解，嗯，别人拢甲你误解，嗯，会讲一个主题呢，系啊是啊，所以你变哪写出妖怪的心声？我就看迄个剧本啊，啊我就想伊，因为妖怪人间讲的是，妖怪就亲像畸形的一挂人。他们不讲的对了。对对对对对啊！我就是想要讲那个，虽然我们是一群畸形的人，但是我们也是一群漂亮的人啊！哦，就是我们畸形却漂亮。对对对对对。但是漂亮的定义哈，一般是人的定义嘛。嗯。啊，是讲的啊，浓眉大眼的哟，啊，真困难讲对妖怪的角度去定义漂亮啊畸形，但是妖怪当自己定义嘛。嗯。我就是漂亮，你怎样？你像你迄个戏内底，就是妖怪比人比较善良。哎，其实迄个片内底妖怪拢生得真缘投呢。系啊，一条工诶。哈哈哈！哈，迄个要互咱遮人看了吼，迄个叫做相形见绌哟。看了感觉讲，哦，人个妖怪拢生得遮缘投，咱遮人咧要个靠啥物资格讲讲人安怎呢吼？所以你是对这个妖怪的心情。来写这个物件啦，哦了不起。啊，当然，伊农除了写这个，还佫作些其他的嘛，吼。嗯。你的新闻稿内底写讲，伊农是隐喻控啊。嗯。啊，作歌词的时阵真擅长，真牛吼。一句话哦，就讲了啊。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亲像讲，我有一条歌，叫做人生很难。啊。歌词就是讲，在你的里面，我看见一座高山。他耸立在你的愤怒上，啊！再来再就是这，原来是这个意思。你讲我写的是讲，在你的里面有一个三明治还没有消化，等一下就变大便了。为什么人吃了东西会变成屎？我们干脆就吃屎。我写的变那那都成啦，但你写的是你意思是讲。你几字尔，但是你差不多规出拢总写完。哎，对对对对。哦，啊，所以你讲你即马要写台语，你拄着真大的困难。有当时啊，食苦吼是人生的一个快乐呢。你即马耳光，你当作你是迄种节目主持人吼。嗯。即马咱要来欢迎郑怡农小姐来甲咱演唱《忠贞》来。即马咱来欢迎。郑怡农小姐演唱这条叫做《忠贞》。天顶总算享福天条。大树总算享福春天，我想我嘛应该把自由享福你。天顶总算享福天堂，我踏过破碎的基地，把过去享福我家己。从今以后。你只为家己飞，你就爱放心，唔通再留恋。后一世人，世界一定会改变，你就爱放心去飞，就爱放心去飞。
只为家己飞，你着爱放心，唔通再留恋，后一世人，世界一定会改变，你着爱放心去飞，着爱放心去飞。总算享受城市花雨的味，总会慢慢散去。好天顶总算享受天顶，我打过厝的碎片，目屎粉已经打起，为生存太怕。你第一遍演戏就是这个，爸爸做的嘛吼，郑导演吼，郑文堂导演吼，啊，这剧本刚刚嘛你的哦，对，我写的，我你看恁爸对你偌好，十九岁。隔壁的铁树面顶，车路来来去去，我静静看着你的睏眠，纷纷扰扰吵吵闹闹，一个人世间，眠暖是为着淡薄仔时，看你的目眉乌乌，注定我甲去见我点甘，睏袂去。是不变的代志，秘密的胖胖的囡仔官，在你最迷茫的时，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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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迷茫的是，这
是不变的代志，这是不变的代志。你你的胖胖的囡仔汗，在你做眠梦的时，曾经咱甲家己交好时间，怀念当的孤单也是无变改。如今你上无爱是打死你的梦，这是不变的代志，这是不变的代志。你你的胖胖的囡仔汗，唱颂台湾，唱颂世界，世界唱颂台湾，唱颂颂。伊农吼，他都要唱个囡仔汗对不？啊，对家来。但囡仔汗之前都有单曲。在迄个时出来时，大家感觉哦，囡仔歌，唔捌听过这个讲法呢。嗯，我是你发明的。无，咱家拢会安尼讲。我安尼哦，恁依然有安尼讲的对。我闻到。闻到。囡仔歌就是囡仔婴儿的味道啊，臭歌哩。哦，咱今仔吼来小可回顾一下，相信的是这嘛。对。追忆哦，感恩感恩。嗯。我拢有机会参悟到吼，这配唱指导的，核心税嘛。嗯。啊，足识个朋友啦，还有一日伊得 PM 嘛，朱老师这个怎么台语怎么念？啊，过三分钟，啊这个，啊这个，你这刚刚怪怪，啊不安尼好不？所以这可能有一半我写，好四嘛四，三是这啦，对不？第三个，对，哦第三个，给天王星，对 ，CD 哦，啊这。这嘛，全世界最后一张，我这写个变变给郑云龙给天王星收入十首生命历程，用手写呢，小白兔为王刚写呢，谱写出共感旋律，仰望每一颗坠挂在宇宙中，哇塞！啊，第二张这张叫啥 ？Pluto， 这是水星哈，天王星，那是冥王星，冥王星，海王星 ，Pluto 刚刚红出名了呢。对，你是因为伊用除名，干嘛可怜？无，我迄个时阵，因为这张是在讲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所以用除名嘛。嘛是。啊，伊爱过找家己的出路。哎，对。所以咱讲啊，你可怜啊，阮细汉呢，什么九大行星都变八大行星，可怜啊。夏天的尾巴。原声带。这主题曲你唱诶。系啊，因为我以前。应该嘛是。应该唔是。唔是哈。就主题曲。你第一遍演戏就是这个，爸爸做的嘛吼，郑导演吼，郑文堂导演嘛，啊，这剧本刚刚嘛你的哦，对，我写的。我你看恁爸对你偌好，十九岁剧本啊你的，歌嘛，我写。你从一开始的心境是想讲演电影足趣味。对啊，因为他找不到这个年纪，他找不到有人可以演啊，可以弹唱，是吗？对，他大概没有很认真唱，不然伊想讲啊，出来对都有弹个音啊，较好讲话，啊一点问我啊，我就较熟啊，对，巴西，所以剧本啊你的，嘛叫你来演，对，啊这马路的金马奖的什么会啊？最佳新人，哦，啊无对吼。无来也买个会掉的，这些新人无机会。啊，歌嘛你写吼，啊，买一堆啦，哦，啊你，这嘛我最喜欢，哎，系啊，而且内底男歌嘛，哎，男歌，啊个 Freddie Mo 呢，哎对 ，Doris， 就个 N 呢，眼泪，啊这歌嘛你写呀，我写，啊刚才有一部呢音乐，哎，刚才这啦，这音乐做这样你做的哦，对，啊你内底有 N， 但 N 一点嘛尔，N 一个唱卡拉 OK。菜鸟货，眼泪，大行的舞，这是一个短片嘛？
风中的小米田，你的剧本，我的剧本，啊嘛是爸爸的短片，对，哎呀，这是爸爸得最多奖的一部，我写的，本列福，对，十五岁时写，哎，真趣味呢，哎呀，啊，这种作伴啊啦，而且绘本呢，所以未来你的人生后一个计划到底是什么会？除了傻笑之外，还有什么？哦，我真的可以讲吗？就是正式的事情 吗？好，等一下，等一下哦。哦，未来人生到底可要往什么所在去呢？明年啊，我想要来办一个音乐季。哦，但是也是复合式。Music Festival 的是，也是复合式哎，复合式，够展览啊，够那个叫啥？讲座。哦，啊那有欠啦，因为作些团拢就无用嘛，对啊，阮的团无什么代志，那有机会哈，啊我即马去吼，我甲即内底我写过，跟警察，即里敢那我写，敢我即警察，而且郑怡农哈，十一级，扣春呢，所以每年一定爱办哦 ，Music Festival， 有演唱，佮有影片嘛。座谈，哎对，研讨会。但是老师，我改讲这代志。是，这个活动哈，演出的人全部都是女生。拍谁？我可以为了这个活动而变成小鸟。好浪漫啊！感谢感谢，不好讲功能，我蓬荜生辉的，感恩感恩，谢谢谢谢老师。
你犹原捧着吉仔做的心。